爱情，永生有什么意义啊？我放弃永生。你见到的第一个男人就是你的真命天子。是你未来的夫人。你缺不缺丫鬟贴身伺候？你的心里有没有喜欢的人啊？你我一个不正经的姑娘。这就不正经了，不解风情。多谢公子出手相救，小女子无以为报为由。以身相许。你是我哥哥，这样不好。自家哥哥怕什么？在哥哥心里，小春花最好。吃了长生果，杀了医生，杀命来。因长生果一事，江湖纷乱，血案四起。我凤鸣山庄武林正道，岂能坐视不理？我们和凤鸣山庄的血海深仇，从百年前就结下了。小春花不愿做我妹妹，可我偏要做她哥哥，那就能继续帮我偷心法。我有件重要的东西，请姑娘过目。我想以后一辈子都替你喊我相公。你送他棋子，陪他关心，但其实你在他心里的分量还比不上那把刻了凤鸣二字的刀。没有我的刀，居然打算成亲。上官秋月，你快放了他。本尊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，这婚你结不成了。小白，哥哥不如不要去管七月洞外那些纷纷扰扰了，哥哥若是换一种活法会更加快乐些。可是在那个时候会有小春花吗？这白刀和魔教两大头目，谁会为了一个女人舍己救命？我只不过是一个为了大义就可以三世牺牲的妾子。住口！